锁屏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好，锁屏。开。内地一名人妻日前在屋企找不到自己的手机，就拿出老公的手机打给自己。估不到她接过老公的手机看了一眼之后，屏幕就即刻自动解锁。其后她再尝试，发现竟然每一次都能够自动解锁，所以就影低这个神奇的过程。网民一看都觉得很惊讶，直指她两个生到好像对双胞胎一样，还笑言她们应该去做亲子鉴定测试，可能是亲兄妹，又形容是夫妻上天花板。